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中秋佳节，那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成立到今年40年，所以我们最近3年来，我们大概都有举办类似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。那么我们希望说，能够将我们平常所关心的一些老人市场的一个长辈，然后我们偏向的小朋友能够齐聚一堂，然后大家共同在一起，然后欢度这个佳节。那在佳节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筹划了一些活动哈，又包含了我们的闯关，包含我们的体验活动，还有我们手作活动。我们希望说，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能够齐聚一堂，然后透过这样的活动呢，能够获得一些祈福、分享、感恩与满足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这次主办这个佳节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Thank you.